大家好，今天给大家罗列了2018年春节档已经确定上映的几部电影。自从国外大片春节期间不可以在内地上映后，只要在春节档播放，电影票房都会尤其的高，不管电影的内容质量如何，肯定不会亏本。好了，我们就来看看有哪几部电影吧。第一部《唐人街探案2》，上映时间2018年2月16日，电影类型喜剧片，主演王宝强等人。该电影自第一部发行之后反响一直很不错，这次宝强又会给我们带来多少欢乐呢？就让我们一起期待吧。第二部《捉妖记2》，上映时间2018年2月16日，电影类型奇幻片，主演白百合等。这部电影也是续集，第一部上映63天，票房达到了24.38亿，可想而知电影的元素有多重要了。电影里面的小妖王更是深得人心，太萌了。我们这部《捉妖记2》一定也不赖，超越第一部完全有可能。第三部《祖宗十九代》，上映时间2018年2月16日，电影类型喜剧片。该电影的演员阵容十分强大，之前出了一部《建军大业》，空前绝后的明星超强阵容让我们大饱眼福。这部电影同样有着33位超强明星出镜，明星阵容的强大，我想粉丝群体都可以撑起整个电影的收视率了。第四部《西游记女儿国》，上映时间2018年2月16日，电影类型奇幻片，主演有郭富城、冯绍峰、赵丽颖、小沈阳。该电影是郑宝瑞导演的作品，西游记系列的第三部。在之前的每个春节档期都会有一个关于大圣的电影，每一部都是拿着特效来圈钱，不过特效和国外大片也是有一拼的。第五部营救汪星人，上映时间2018年2月16日，电影类型喜剧片。现在以动物为题材的影片已经很少了，因为动物和小孩是最难拍摄的主题。该电影讲述的是一支训练有素的神犬特工队完成对汪星人神奇营救冒险的故事，将为观众带来一场欢乐刺激的人狗囧途。第六部《红海行动》，上映时间2018年2月16日，电影类型动作片。该电影的题材和《战狼2》有点类似，同样是身为国内的军人捍卫国土的故事。以上六部电影已经确认了档期，有想看的吗？你最想看哪一部呢？本工作室招募写手，有喜欢看电影、文案功底还可以的女士吗？有兴趣的可以在评论区或者私信我，取得联系方式。我们下期再见。